光是人口突破285万，宜居城市重要的里程碑，是否开心庆祝？邀请了第285万名台中市民陈先生，他因为工作的关系，从彰化搬到台中乌日，是一个很幸福、很宜居的城市，也是市长的一个荣耀的一个带领的一个地方。对，除了陈先生，还有从外县市搬到台中的4名幸运儿都获得市府赠礼，另外还有5名宝宝是在台中市诞生的新生儿，共同见证了达标里程碑。有福气的孩子啊，他一出生就中奖，看看凸显台中市的宜居。记者会现场还看到扮演外星人的荣誉市民。台中市，你们好。卢秀燕表示，台中市人口持续正成长，显示民众的肯定以及对未来发展具高度的信心。台中市也多次票选为台湾最宜居城市，年轻人最想宜居的城市之一，这是市民共同努力打拼的成果，让全台湾的民众看见台中。 TVBS 新闻许立凡、吴淑平台中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